上海德宏学校是第一所跟德威国际学校结成姐妹学校的由中国人开办的12年制学校。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德宏学校的创校校长。德宏学校在实施上海二期课改课程的基础上，通过与德威国际教育集团课程专家的合作，开发了一系列的融合国际先进理念和教育方法的校本课程，为中国学生提供中西融合的国际化教育。我们将致力于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致力于培养他们的6C 能力，即自信、创新、思辨、合作、交流和服务的能力。这一理念贯穿于我们的启迪课程，通过体育、音乐、辩论和表演艺术等等活动来培养孩子们的这些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以及流利的英语和汉语能力，为那些有志于在海外一流大学深造的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每年都有很多德威校友进入包括美国常青藤和英国牛津剑桥在内的世界顶级大学，而德宏的学生也将得益于德威国际教育集团专业的大学升学指导。As a sister school of Dulwich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Hong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a range of events across the group. These might include attending the Olympiad, which brings together students from across our network to compete in sports and participate in music and drama performances, or benefiting from Dulwich Colleg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with world-renowned organizations,like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德宏拥有一流的教学设施，包括50米泳道的游泳池、500座的专业剧院等等。这些设施将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必要的训练条件，使他们得以在各类领域出类拔萃。我们也希望可以为您的孩子在学业上以及今后的人生的成功加油助力，使他们毕业后能够成为学业精湛、道德高尚、充满自信和创新力的全球公民。